Namaste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爱瑜伽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体式是三角式，让我们一起来练习。再次，我们用辅具砖，我们进入侧脚伸展式，仍然是转左脚向内，右脚向外90度，屈膝向下。这个时候要保持两个脚的距离要足够的宽，向下，然后随着侧腰延展拉长，慢慢让我们侧腰的，就是我们衣服的侧线来到我们身，来到我们的小腿大腿面上，双手呢推向我们的脚的内侧外侧，将手上方手臂举过头顶，眼睛去看向手的方向，要感受后脚仍然在用力推地。如果你感受这样体式对自己有一些困难，将手扶于我们的髋的位置，要保持我们胸腔再次的延展，侧腰的延展。好，吸气，带回。以上今天的两个体式分享呢，可以很好的增加我们的平衡感，以及增加我们腿部力量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Namaste， 谢谢大家。